没想到，让他钻了空子，给跑走了。真没想到，王后和索额图居然怀疑你和易欢是吴三桂的奸细。好在康熙现在对你们深信不疑，根本不会相信。眼下局势如此复杂，先是不明身份的神秘人从永乐斋盗走了铜匣，接着明珠谷又出现了鳌拜的奸细，现在吴三桂埋伏在宫中的奸细。 又露出了马脚，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机，以后我们行事要更加小心。嗯，大师兄你也别忧心，不管形势如何危急，我都会和你们一起共同面对。谢谢你，倾城。走吧。嗯。山西本附属之地，然镇，亲见民生疾苦，而地方官各自为政。 巧立名目，收受税银。朝廷所发赈灾银两粮食，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真入灾民手中十不足一。灾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众官员香车豪宅，生活之铺张奢靡，犹在朕之上。朕着令，吏部彻查山西贪污之风，以正乾坤。 钦此。好了，龙小弟，写完了。你来看看怎么样？嗯，老大，看来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这个字儿啊大有长进。只是没想到，你身为女子，居然写的字儿。 能有几分朕的风范？主要啊，还是你的这封诏书内容写得好，这听得我呀是痛快淋漓的。以前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每一次闹饥荒，饿死很多人，当时看着吧，就觉得特别惨。那个时候，你一定在心里把朕骂了几百遍吧？那当然了，这老百姓饿肚子，肯定都是你这个皇上的官没当好啊。皇上呀。 可不是个官儿，皇上怎么不是官了？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是山西的地方官，可是呢，你这个皇上可是最大的官儿，这都是因为你的失职导致的。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任何一个人说了，朕都不会轻饶的。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那你说，你是朕的什么人？ 老大，这次出巡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不仅体察了民情，还学到了很多朕在御书房里和朝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那将是朕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嗯，你看看这个。 还记得那日你说过，这个“龙”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朕听了那番话以后，心里很是震撼，所以回了宫以后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儿，以随时警醒自己，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你明知道。 我就是随便一说，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花儿，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朕就好好的办你我之间的事情。嗯，你我之间有什么事儿？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墨侍书，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出去跟他成亲啊？你虽然是寻常女子。 朕不能立你为后，但是，在这后宫佳丽三千之中，无人能及你在朕心中的地位。所以，朕要给你抬个旗籍，纳你入后宫。不行，这事儿我不同意。朕记得你之前说过，皇帝。
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可是，在山西的那间草房中，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在那间草房中，咱们同居了数日，朕看过你的身子，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放着朕，还出去跟你那个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大不了我谁都不嫁，我不嫁给他，我也不嫁给你。为什么？龙小弟，你是个好皇上，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又爱又怕的皇上。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吗？龙小弟，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你不能。我不想跟东宫娘娘跟西宫娘娘共享一个丈夫，你懂吗？一个妻子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却见不到，每天打扮好，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对着蜡烛垂泪，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反正你已经后宫佳丽三千了，少我一个又如何呢？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罢了，纵然朕贵为天子，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朕只有珍惜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李太医，公公有什么吩咐吗？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怎么，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易欢，你心里不好受啊？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这不是我想要的。易欢年少单纯，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我担心呢。你把易欢拉进宫里来，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可是没想到皇上对易欢动了真心，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哎，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也很是不安呐，但我又无可奈何。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我劝不了你，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就连我这条老命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我劝你赶紧把易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我年纪大了，受不了惊吓了。什么？
你和易欢要撤出宫去。康熙跟易欢的情形你一直看在眼里，我不能把易欢留在宫里了。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那你们就先撤走吧。这寻找铜匣和查出明珠谷内奸的任务就交给我吧。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太危险了。有你这份担心就足够了。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对不起倾城，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大师兄你别这么说，如果任由小师妹留在宫里和康熙继续发展的话，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对易欢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趁他现在对康熙的心思才刚刚开始，赶紧把他撤走吧。谢谢你倾城，只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为我着想，但是我却无以为报。大师兄，你的平安和幸福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不走，我还想继续留在宫里。为什么？难道你对康熙动了真心，舍不得离开他了？我哪有啊。昨天在御书房，康熙情不自禁地抱了你，你没有拒绝。我环美，以前你对男女之事或许很懵懂，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吗？你最近对康熙的感情悄悄发生了变化。朱哥哥，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我不能再把你留在紫禁城了，你马上跟我走。可是铜匣子还没有找到呢，而且潜伏在明珠谷鳌拜的内奸也没找到呢。倾城说了，找铜匣跟查内奸的任务，他会去做。那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宫里，多危险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舍不得康熙，是不是？这里就像一个大金笼子，我不可能在这待一辈子了，早晚都会撤的。但是走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啊？龙小弟说了，那个刘德昭已经奉旨进京了，难道你不想看一看他就地伏法、大快人心的下场吗？再说了，咱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得跟我爹汇报一下呀，问问他的意见，没准在这段时间里铜匣子也找到了，内奸也找到了，到时候咱们可以跟雪姐姐一起撤了。现在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儿多不道义啊，对吧？虽然我知道这些理由不过是你找的借口，但我还是不忍心拒绝你。环美，那你答应我，等刘德昭伏法以后马上跟我走。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朱哥哥对我最好了。你呀，就知道欺负我心软，不许再跟康熙那么近了。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动脚，你得巧妙地回绝他，不能让他再占你的便宜。我知道，知道，知道了。姐夫，玉八赞率着3000精骑进入山西境内接走龙三，既不跟你这个山西巡抚碰面，事后也不差人跟你打声招呼，而现在皇上就宣你进京跟龙三对峙。这事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儿啊。其实我的心中也甚是不安呢。我原本以为这个龙三只是哪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而已，在朝廷中毫无背景，只因是擅长曲中卖直，所以才被皇上破格任命为钦差大臣。所以他完全不懂这官场的规矩，憋足了劲想要踩着我上位而已。如若如此，我完全有把握将其斗倒，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他居然跟这个玉八赞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哎，玉八赞是皇族子弟，
手中又统领着朝廷最精锐的骑兵，可是他为了一己私交，独奉旨就擅自带兵进入山西境内，就这事儿，咱们能不能揍他一本？秋官啊，此事我们是假装不知。为什么呀？啊，皇家子弟手握重兵，跟朝中大臣勾结，这是皇上的大忌啊！你懂些什么？这个龙三回京之后，必定在皇上面前举报我诸多的罪状。到现在为止，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只是让我奉旨回京与那龙三对峙。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我抢先在龙三之前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秋官啊，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我们只需要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力量对付龙三一个人，以免树敌太多呀。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咱们怀疑丽嫔是一江湖女子假冒之事，如何处置？哎呀，此事太过匪夷所思啊。这个丽嫔跟舒婉欣两个人居然长得是一模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舒婉欣，那我们又如何能证明这个丽嫔娘娘她是假冒的？那舒婉欣早跟那个孟祥和私奔去了，我正查探。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先奉旨进京，丽嫔娘娘的事情暂时先不提了。秋官啊，待我找到真正的舒婉欣之后，你即刻进京来见我，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了。姐夫，江湖上我大把的人都撒出去了，你说他跑得了吗？嗯。索大人且慢行。怎么了？下官见过索大人。哎呀呀呀，你这是干嘛呢？别这样。不，索大人，下官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只是想请索大人给下官透露些口风，下官此次进京到底是凶还是吉呀？哎呀，你呀，啊，我，你呀，哈哈哈哈哈！索大人教训的对，你呀。不用太过担心了，啊，咱们都是朝廷命官，嗯，这有人弹劾咱们，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是不是？啊，下官明白索大人的意思，索大人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皇上并未全信那个钦差龙三对下官的弹劾。你呢，且安心的去觐见，你此行一定是有惊无险。多谢索大人指点。行，走着。请请。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宣刘德昭。这。刘德昭，皇上宣你觐见。请吧。刘德昭。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嗯。山西巡抚刘德昭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大人。皇上，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无中生有啊！刘德昭，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回皇上的话，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
所以怀恨在心，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盗抢我府库的官银。还有这龙三，他私刻玉玺，伪造密旨，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皇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臣俱查实。皇上，请皇上明察。刘德昭，臣在。你文才不错嘛，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难怪你能一路升迁，官拜二品。谢皇上盛赞，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还有皇上，这是龙三私刻玉玺，伪造密旨，盗抢官银的证据，请皇上明鉴。没错，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皇上，除了这些物证以外，臣还有人证。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舒建大人府上的管家，他可以作证。这龙三在借住舒府期间，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如果皇上想亲自御审此案的话，可召此人进宫质询，此案可立白于天下。不必了，这儿有三个人证，个个都比你那个舒服的管家重要，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伪造玉玺，乔装改扮盗抢官银，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吾皇圣明啊！皇上实在是圣明啊，但不知现在那三人现下何处啊？刘大人，别来无恙啊。皇上，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刘德昭，我也是证人之一，你可还记得我？皇上，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皇上，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皇上，何止他们俩有份儿。刘德昭，臣在。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臣第一次拜见天眼，内心诚惶诚恐，臣不敢直视天威，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仔细的看看朕。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后来那个刘德昭啊，吓得都不敢说话了，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一直都还真是有趣。真可惜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哎呀，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结果你猜怎么着？吓得那厮尿裤子了，哎呦，臭的我呀！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真是没想到，
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原来这么脓包啊。可不嘛，你都不知道被拖出去的时候那次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那眼睛是往上翻的，然后吐着白沫，就这样基本就这样的。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皇上吉祥。皇上吉祥。臣参见皇上。哎，不必多礼，这个永乐斋啊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最轻松也是最开心的地方，大家随意就好了。易欢的易欢，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朕每次一见到你，一见到你的笑容，听到你的笑声，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心里充满了阳光。龙小弟，你可是堂堂的皇上，你怎么能学别人听壁角呢？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你这个声音啊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这么看来你这脚是不疼了？脚是不疼了，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特别不好看。哇，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那可是风风火火连蹦带跳，没一个样子的。哪有。皇上，再过几日便是陈王母的忌日了，臣想带着陈妹去京郊永福寺为王母祈福上香，还望皇上恩准。康熙已将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交由刑部审理，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极刑，也算是大快人心了。欢妹，你现在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吧。我爹过两天回京城，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义父说过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交给我来决定。可是怎么你又变卦了？不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撤出紫禁城，如果撤不好的话康熙肯定会怀疑的，到时候审查起来雪姐姐怎么办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樊师妹和叶师弟已经随吴应麒的车队进京了，到时候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为她上香祈福，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将我们劫走，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的消失，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挑起他跟康熙的矛盾。哦，好吧。好，朕准了，到时候啊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在永福寺给令堂做一场追奠。多谢皇上，臣母能享此哀荣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你先别急着谢朕，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不知你是否愿意。臣愿听凭皇上差遣。这个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虽已交由刑部审理了，但是朕明白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不知还有多少刘德昭和甘国泰，朕想让你和索额图做钦差，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暗中清查其他官员，看是否还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冒领功勋，以此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皇上，这恐怕。怎么你不肯？你要是有什么顾虑就尽管说出来，朕替你解决。中溪流，回雁放晴。
手一声，浓烟漫漫。